各位，呢幅圖啊係來自 Altjazeera 啊半島新聞嘅，咁啊呢個就係由今年嘅10月7日去到29日，咁啊就標準時間11點，咁啊最新嘅數字，咁啊左手邊呢度就以色列啦，右手邊咧闊啲個就巴勒斯坦，巴勒斯坦就分開兩部分啦，中間部分咧就係加薩地帶。同埋咧，最右手邊咧就係啦，係被佔領嘅西岸嚇。咁啊，以色列嗰邊咧被殺嘅咧，根據而家呢度講啊，就係最少係1405個人。但係喺加薩地帶咧，而家就係8005人，而咧喺西岸嗰邊咧，亦都有112人。咁啊，喺以色列嗰邊咧，就係包括咗咧係311個咧係以色列嘅軍人。58個咧就係police officer 警察，同埋4個咧係journalist 4個記者。嗱呢度又冇包括平民喺度啊！呢、這個死者咧呢度加不加埋埋咧，亦都唔夠咧係400人噶。所以啊，另外嗰1000人嘅係咩身份咧？到目前嚟講，以色列都未曾公開噶。但係咧，倒翻轉頭喺俾以色列控制之下嘅加薩地帶呢度有8005個之中咧，有3324個係兒童，2062個係婦女，另外有29個咧係記者。而咧呢8000幾人嘅名單咧，亦都咧係公佈得咧7788噶啦。咁而喺西岸嗰邊咧，呢112個死者之中咧，其中咧包括36個兒童同埋1個咧係女婦人啦。咁啊，而喺受傷嗰邊咧，就喺以色列嗰邊有5431人。咁而家喺加薩地帶咧已經20242啦。咁咧入邊咧包括咧6360個兒童同埋4891個咧係。婦女嚟噶，咁啊而喺嗰個西岸嗰邊咧，最少啊係有1900人。咁啊而家被捕人士啊，咁啊即係喺以色列咧就俾哈馬斯捕捉到捉咗嘅人咧有230人啦，其中咧就另外有大約100人啦，而家就唔知係去向不明啊，唔知啊。而咧喺加薩地帶咧就。有超過1650人咧係不知所蹤嘅，其中啊包括咧940名係兒童，940人係兒童。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咧，呢啲人咧可能啊俾以色列殺咗之後咧，就屍體都唔見咗啦。你可能啊唔知啊。咁另外咧就喺加薩地帶嘅監獄入邊咧，以色列嘅監獄入邊咧，大約有4000囚犯到。喺西岸嗰邊咧，喺個以色列嘅監獄入邊咧。係已經有2個監犯咧，係死於以色列嘅管理之下噶。咁而咧被捕人士咧超過咗1590人。咁我哋睇到咧，呢個係非常之唔對等嘅，即係一邊1000多人，你另外嗰邊咧就8000多人，咁啊差唔多咧5倍有多嚇嗰個嘅被殺人士。而咧就係被傷害人士咧，亦都咧係接近4倍。失蹤人士啦，呢度我講緊差唔多6倍咁滯啦。咁所以兩邊係非常之唔對等嘅。而呢個消息係來自咧係半島電台啊。咁到底半島電台而家咧同以色列嗰邊咧，亦都唔係好啱眼，因為咧就半島電台咧就俾以色列咧就係。禁播嘅。